还有第一爱我最爱全世界最爱我的人送我的圣诞礼物，妈妈就全部都是他送的。我先打开大的吧，暖暖的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，只知道那个大只的。很多只这个跟这一只还没一模像，所以我放在这里，放在我位置。然后我要打开这个了。就是有一次我去 Justice 逛街的时候，看到这一只，我就很想买，可是妈妈不让我买，然后妈妈就去偷偷去买，她自己一个人去买给我的，放在这里，放这里，好多只这个。刚刚我已经有四只了，我现在来开第一个喽。啊！我自己在被甩的时候打我自己。哇！这是什么件？好漂亮！谢谢妈妈。我打开这个，我就可以打开这个屋。这小的小的。房间的，可是我还没有房间。这个就是这样做，这个好玩，而且这个还是装饰。换这个最小的，很多东西都拆出来，是立可胶、立可白、立可袋、立可袋，这个是鬼的。怪物的很可爱哦，这个立可袋是用来装饰的，还有这个，这都是妈妈送我的礼物。你会在想，爸爸送我的礼物在哪呢？每次他送给我礼物，都会选他想要的，然后就说这是要送给我。像 Nintendo Switch， 他现在就一直在打，打打打打打，他早上也在打打打打打，一直打打打打打打打。这些礼物我都超爱的，谢谢妈妈送给我这些礼物，爱你，拜拜。